任小月，家里钱包放哪里啊？在客厅柜子边上，你拿包干嘛？去抢大份啊，等下去晚了抢都抢不到。哪有人专门抢这个的？不是你说要种大蒜的吗？这比其他肥料都要好。我也想去看看，我都还没看见过。你就别去了吧，搞得身上臭烘烘的，等下我还要帮别人带一点呢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开车慢一点。好。昨天啊这么忙，刚不回来，我这里等好久好久。好，阿姨，你哪来的呢？哦，那来就来，我来从几点来呢？3块。3块。到，我走了，好，慢走。小月，哎，我说啊，叫那个凤凤给我带带那个鸡放在里面有啊？哎，我问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叫你麻烦哎。没事，你真好的。婆婆，这个五包都是给你的。多少钱一包？10块钱一包。别人都是8块钱，那老人家的钱可不能不用账。没有，阿弟拿来都是这个价格。算，那就是3对大一点给我。哦，那也小不清楚的，以后再都不给他办了。
让我们带着吧。老人家是对上你这东西有方便。也不知道我们自己老了以后是不是这样。